啊，大家都做完，也都已经脱好围裙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在做？哎、欸，我要开始了，我真的要开始了。始你快点开始。Oh my god！ 我下笔了，我已经下了。今天怎么没有下午茶？有吗？没有来的。他一直的话没嘛。要放宵夜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很难瞄哎、欸，其实。但你们感觉还蛮简单的、啊。哇，被呛了！哎、欸，我被我已经我吐出来了。我的吐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哦。这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？我是摸鱼大师。你多怕相信老师？我怕过很久。胸小一点好了。哎呀，压力山大哎，各位。没有，等下大家都做完，也都已经脱好围裙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在做？哎、欸，我要开始了，我真的要开始了。始你快点开始。Oh my god！ 我下笔了，我已经下了。今天怎么没有下午茶？有吗？没有来的。他一直真的话没嘛。要放宵夜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很难瞄哎、欸，其实。但你们感觉还蛮简单的、啊。哇，被呛了！哎、欸，我被呛了。不是啊，因为他感觉就这样。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样看下来，今天最难的、啊、就是不一样、欸，就是你的。我的。对，你也是最难的。没错。不可能。哎、欸，老师，我色盲吗？我看不到他的边缘线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当你看不到线的时候，你要往后退几步。好了。然后再看一下，我就说，因为你选的不够立体，它会有很多虚的东西啊。那怎么办？不然我帮你好了，我觉得我可以帮你。我现在帮你啊。我画不到他的头。没事没事，我来。我帮你看什么图案？老师你不可以帮他，老师画头壳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帮我画头壳。哎，你如果你喜欢吃东西，你干嘛不做个蛋糕就好？哎，我本来要做汉堡猫哎。你知道那个？没关系，汉堡猫听起来超难。结果那个超难。现在有人做，你应该做那个七个小时。哦，你做狗骨头哦？你看这个多简单，这个很看起来很逊啊。靠，你重点是男的你又不会，怎么叫我不会？我今天男的不会，简单的又逊。对啊。等一下打稿啊，基本上它不会出现在你的作品上面。哦哦，会消失。没错，它会消失。那我可以实际做的比它再小。哎，老师，那这一条是画一条就好了？对，直接画一条就可以了。要画的跟它一样粗吗？看你。好，没错。老师已经没事。老师已经掌握，老师已经掌握怎么跟你圈相。好，那我画起来好奇怪。